照议事规则走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大家照议事规则走嘛。你们不照议事规则走，人又不来开会。你们我们表决赢，哎，你们人数多数，哎，怎么表决没有？张伟有麦克风好大、哦。你们表决输了就这样翻脸，你可以照议事规则嘛？你可以照议事规则，你可以照议事规则。我们是照议事规则表决，你们要照，你们照议事规则，议事规则，你们照哪一条议事规则表决？委员，大家都觉得画面重复了啦，我没有，大家都觉得画面重复了啦。我都在思考国家大事一秒，你还只在思考画面问题。你看我们的格局是不一样的，我跟你格局不一样，不好意思，我在思考国家这种疫苗采购是应该公开而不是 A 项。你只关心你有没有画面，本人不关心这个事情。对不起，你抢到，你跟他同框，跟他同框，两个都一起抢到哈。这样我不关心这个，跟你说了，国家大事才是重点。你不要一直关心什么人生的小事啊，什么那些什么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什么什么跨院有没有？这有很重要吗？委员，我们今天到底是国会议员还是小学生？